Nice Shot。周杰伦每年都会出席公益篮球赛，和小朋友一起打球，当然今年也不例外。不过有点不一样的是，杰伦最近积极在健身，怎么没给我们保一下眼福？没有啦，因为就是这个线条还是要稍微修一下，有时候还是要靠点灯光的。哦，对，所以那个如果没有这个肌肉的话，还是不要随便穿背心好了。所以我今天还是会坚持穿这个无袖的，是不是？对，长袖，对，没有啦，就是穿有袖的这样。练好了之后再说吧。那我们就抱着期待等着你哦。说到练肌肉，老婆昆凌最近好像也一样很努力的在健身呢。就是听说她跟巨石强森合作，我这个自己也是觉得吓一跳。对，你都没听过，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怪不得他一直说要叫帮他练出线条。好了，杰伦，聊完老婆，我们来聊聊小孩吧。成为两个小孩的爸，想必非常幸福。大家都很期待会有你的第三个宝贝。时间再久一点再说吧，但现在好累了，真的，非常的辛苦。对啊，你有三个小孩也知道，就是好像一个幼稚园一样在家里。就是其实这个平常睡觉的时间真的是蛮少的，所以真的，生小孩我觉得要三思而后行，就是我觉得适可而止，动不动就要这个换尿布是很合理，就是但是因为小朋友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肚子饿还是要换尿布还是要怎么的，他又开不了口，就对，这只能咿呀，那你要去猜他到底是需要什么。对，那我觉得我们还是打篮球好了，还好打篮球比较轻松。杰伦爸爸辛苦了。非凡娱乐台湾报道。